你要看电视啊。这个是什么？水龙头吗？为什么看起来很像水龙头？你看到鞋垫了吗？它才有写一个数字3呢。这个一做的好像水龙头啊，这一个，不像，不是水龙头吗？哦，你还没吓死我啦！哦，吓我一跳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这个是水龙头城堡啊，它下面还有门呢。对啊。那那个门可以开吗？是要这样子。要这样哦。要这样子啊！哇塞！这是你的开心农场哎。那个公鸡窝窝啼，小麻雀叫不停，欢迎来到动物音乐厅。当当当啦，当当当啦，小麻雀叫不停。哦，好了，那这个已经收，已经拼好了耶。已经变成我们这个。那你还要玩吗？